阿梁國雄議員，梁國雄議員，五分鐘。主席，各位唔使驚，我同你討回公道。第一，你係完全錯嘅。如果政府因為我哋修改嘅財政預算案寫翻俾我哋，喂，唔好意思喎，梁議員，你講嘅嘢錯咗喎，你減錯咗人工喎，其實係因為佢冇講清楚俾我聽，我都要逆來順受啊，哥，才最公平啊嘛，係咪啊？你而家錯咗就話俾我聽，喂，我手民之誤，我都係手民之誤嚟嘅咋，哥，我幫香港人睇住錢㗎，對面嗰三位官員問你哋，就最後尾嗰分鐘先俾。問你哋搞邊個人嘅人工，又講唔清楚，寫俾你就話唔得，話俾主席聽，今日嘅法惡，你個咁嘅主席就縱容佢哋，咩叫守民之誤啊？你個文件錯咗就咁拆咗佢啊？咁就係你五千億話五百億都得噶啦，五百億話五千億都得噶啦，到最後尾嗰陣時玩。我都話明同你玩啦，你話驚嘥時間啊嘛，咪收翻份文件佢咯，係咪啊？我而家仲39啊，叫佢收翻份文件啊，討論下一個項目先啊，冇嘥個時間啊，收翻份文件佢。我而家用我哋嘅議事規則裏邊嘅第39條，正式就呢一個政府嘅走民之誤又好，咩之誤都好，就係錯誤。收翻份文件，唔該唔該，尊重下立法會，錯咗收翻佢，下次上嚟講。你而家係休項目定休呢個會啊？文件休文件 ，OK 好啊。咁而家請講三分鐘嚇。係嗱，我講咩 head 係嘛？十 head 係嘛？我哋就係啦，我哋係 egg head， 我哋係迂腐嘅人，俾你恰，你係 dick head， 恰我哋 egg head， 同你講道理。阿哥。喂 ，A 劇同 D 劇有乜？喂，啲英文字唔識解啊！我哋就係迂腐嘅知識分子，佢哋就係討人厭嘅人。D 劇唔係一定解粗口嘅，個的士都唔係粗口嚟嘅 ，Dicky 都唔係粗口。查字典 ，D 劇唔係粗口嚟嘅。係啊，我嘅 A 劇，我哋全部都係知識分子。梁國雄議員，講道理，梁國雄議員，我覺得你唔好喺度講啲咁粗俗嘅說話。你如果你再講，我要請你出去。你收唔收翻嚟同佢講笑話先？咩收翻啊？喂，你查字典啦、啊！你唔收翻咧，我認為你行為點不檢點？陳建波，你唔識英文就唔好主持會議嚇。你個查字典啊，的係點解啊？嗱，我認為你講係我好清楚你講乜嘢。嗱，你收唔收翻？你我梗係唔收翻啦！我第一次警告你，你唔識英文就唔好主持會議。我講英文嘅説話。請進入會場，請阿梁國雄議員出翻去。黐線嘅的係點解先？嗱，你收唔收？你黑我一劇啊！嗱，工作人員請你請佢出去離開會場。我唔會走啊！我係唔可以接受你咁衝突嘅説話。我唔會走啊，因為你唔識英文字啊，的係成日講噶啦，一定係粗口。我唔會出去，你報警，或者你已經報警，報警啊！辯論都趕人，唔想開會辯論。你有冇搞錯啊？喂，呢個梁國雄議員，請你回開會室。你佢冇呢個依規程發言，現在暫時休會五分鐘。我話俾你聽，你冇保安請啊，梁國雄議員出去。得，請你埋翻位先啦。嗱，各位同事，而家請大家埋翻坐翻埋位先啊。嗱，我咧，我係絕對唔會收回嘅，因為呢個咁嘅字眼咧，係對你令到女士係難堪嘅，呢個係無可否認嘅。你唔難堪，有人反應，同埋我覺得係教壞細路，同埋咧，我覺得我哋喺呢個立法會咧，對社會影響好大嘅。如果我對啲細路仔喺立法會講咁嘅説話，我唔能夠擔保小朋友唔會喺班房講咁嘅説話，咁成何體統呢？所以我咧就有梁國雄議員，我一要請你再出去嗱。嗱，我另外對嗰啲同事咧，你咁樣圍住佢咧，佢因為講咁嘅説話，大家受咗咁多教育，都覺得冇問題咧，我真係好非常之失望，我非常之失望。你唔好同佢，我覺得你唔好同佢開脱。你咁樣講説話咧，對香港嘅市民咧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侮辱。所以我覺得你係絕對唔應該嘅。好啦，現在你離唔離開嗱？我一再重申一次嗱，如果各位泛民朋友你唔埋翻你個位咧，我覺得係好離譜嘅啊！
嗱，各位同事，嗱，因為而家個紀律無法恢復，我現在宣布咧係休會。但係休會之前咧，我會譴責所有包圍梁國雄議員，令到佢冇辦法工作人員做到嘢嘅啊！各位同事，咁我今日白白嘥咗半個鐘頭啦啊！好，各位同事啊，咁我完結呢個會議。自己咧就